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评说书的单元。今天评说书要为您介绍的一本呢，是杨双子的《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杨双子是1984年生的，我想读者对他并不陌生，因为杨双子其实从19岁、20岁就开始写作。那他从一些言情小说写到百合小说，然后一直写到历史小说。那过去他花很长的时间在写作，那包括最近大家熟知的《台湾漫游录》啊，《花开时节》啊，都是他的作品。过去写作呢，一直都是在写小说，但是这一本其实是他第一本散文，叫《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家族书写啊，在台湾的散文里面啊，其实是蛮特别的一支。许多作者，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张大春写过《聆听父亲》，然后陈玉慧写过《海神家族》，那包括我们熟知的郝玉祥写过《逆旅》，钟文英更别说了，钟文英写了非常多的家族书写，那包括还有王胜宏，然后杨富敏。其实这些人很多都在写家族，都从家族里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开始去追溯。常常有读者会问，尤其女性啊，大家会问为什么很多女性都习惯去写家族史，或者像日本说的，把它当作一个私小说、私散文，为什么要把自己内在那样子剖开来？但是我想跟各位说，人活到一个年纪，其实你会去想象，你会去看自己，你照着镜子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长得是这个样子？我打开我的衣服的时候，我看到我生前的伤疤，我看到我背后的伤疤，我想我膝盖这个伤是怎么来的？我手上这一道痕又是怎么来的？更不要说身体外面的，打开我们的心吧，我们看到我们的心上面一横一横的，有各种各种的血痕、泪痕，这些痕迹又是怎么来的？我想这是这些作者一直想要去做家族书写的很大的原因。最重要就是想知道我是谁，我是谁，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做，我今天做这些决定，做这些事情，那个起始点到底是什么。对杨双子来说，他的起始点其实就是台中乌日的这家张日新商店。这条路叫什么路，可能台中人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说台中乌日成功岭山脚下最大的一家杂货商店，大家通通都知道，这家就叫张日新。张日新这个商店啊，非常特别，就是柴米油盐啊、生活杂货啊、洗衣精、洗衣粉，然后一直到冬天卖烧仙草，夏天卖刨冰，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东西不能在张日新找到。所以呢，张日新变成了当地的可能是我们现在信义区的星光三月，让很多人聚集买东西的地方。杨双子就住在张日新的隔壁。往左边呢是张日新商店，右边呢则是一个老眷村，眷村里面住满了农民伯伯，那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你说在这么热闹的地方，家里环境应该是很好咯。要说好，如果从房屋的大小来看，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杨双子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水泥工，她靠一己之力把他们家里整个盖起来。这个家在兴旺的时候，有大伯、大姑、他爸爸、小姑，然后这些姑姑伯伯都结婚了以后，又生了小孩，人丁非常多，全部住在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有两个客厅、两个楼梯，然后有一大堆房间。但是有趣了，阿嬷是个能干的水泥工，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厉害的艺术家，因为杨双子说家里很大。可是没有一个房间是规矩方正的，大家都知道你们的书桌会贴着那个墙壁放，他们家的桌子啊，没有一张能够贴起墙壁的，因为所有的墙壁都是歪的，甚至好几间房间是没有窗户的。他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带同学到家里去，可以从左边的楼梯上去，穿过房间、房间、房间、厕所、房间、房间、神明厅，然后再从另外一边楼梯下来，就是有趣的不得了，同学都觉得他家很好玩。那在这么华丽、有趣、好玩的屋宇下，其实又隐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认识杨双子大概是在2015年，过去他写了很多小说，但是因为比较不属于宝瓶所做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我比较少接触。2015年的时候他来加我朋友，然后我很开心的想说，哇，是一个写作的年轻作家。但是我到他的脸书一看，看了几篇我就难过起来。2015年他来加我朋友的时候大概是年底，那一年的6月，他的双胞胎妹妹若辉
因为癌症过世了。妹妹从2009年罹癌，然后几度治疗，但是没有想到就扩散了。所以在那半年之内，几乎她写的都是悼念妹妹的文章。那些文章让我看得特别难过，因为在这些文章里面看到她跟妹妹之间那样紧密的感情，其实也透露她家族背后一些细琐的故事。包括他父母亲其实很早就离异了，父亲大概20岁上下结了婚，结了婚生了这一对双胞胎，一下就跟母亲分开了。分开了以后，看似是一个大家族，好像好多人可以照管这一对双胞胎，但是好多人可以照管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其实大家对他们也都没有责任。这对双胞胎其实长期就在一个饥饿中度过。这本散文一开始哦，我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目录。这个目录不是编辑做的，是杨松子自己做的。他从起始点开始，就从张日新这个杂货店谈起。接下来每一个篇章，第一篇叫我们，第二篇叫吃饭，第三篇叫走路，第四篇写字，第五篇睡觉。我们吃饭、走路、写字、睡觉，各位。这是多么平常的事情，但对杨双子来说却是小时候完全不可得的事。我很喜欢双子，刚刚大家听我介绍以为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对，很悲伤，可是双子不这样子看，他其实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笔调。像其中有一篇我自己超喜欢的，题目就叫做人尽可爸妈。大家一听这句话大概理解这个意思，但是双子不这样写，他是说我小时候第一次开始学成语，学成语学什么呢？一开始学到狐群狗党、狼狈为奸，他回头一看，爸爸跟朋友在桌上吃花生划拳，啊，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他也学到第二句叫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他往他家老宅一看，天哪，这是在说我们家吗？当然，他还学到一句是同学骂他的话，同学说人尽可夫，当然想也知道是在说他妈妈。可是他觉得我妈妈跟我爸爸有什么错啊？从这些成语里面看到，对，你们这样骂我妈，可是他觉得我妈妈离婚以后再婚堂堂正正，我爸爸离婚以后交女朋友，没错，两三年换一个，可是活活泼泼，堂堂正正，活活泼泼，不就是小学教室里面贴在上面要我们学的吗？我爸妈有什么错？但是从这边他也提到了，是啊，我们这里没有人尽可夫，我们有的其实是我跟妹妹的人尽可爸妈。怎么说呢？妈妈在离婚以后，妈妈这个角色缺席了，这边来替代的有阿嬷，但是阿嬷很忙，因为阿嬷是一个能干的水泥工，所以有时候大姑姑来帮他们做饭，有时候小姑姑来帮他们打扫一下，有时候有堂叔或者亲戚走来。至于爸爸这个角色呢，就更有趣了。他书里面说了，爸爸是风一样的男子，自从没有婚约以后，整个人解放了，三天消失一次，五天消失一次，最后就长长久久的消失掉了。所以他们的爸爸其实并没有负到父亲的责任，取而代之的呢，可能是家里的表叔，表叔有时候来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就叫表叔豆嫂。然后呢，妈妈再婚的丈夫不能叫他爸呀，只能叫他老爸。所以他们有好多好多妈妈，还有好多好多的爸爸。其实双子要说的，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后来了解了，他们可以每一个都叫爸爸，每一个叫妈妈，其实也不过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么小的孩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了解了，为了生存你必须要为很多事情低头，要为很多事情说好话。说到这里啊，我要特别提一下杨双子的爸爸。我听到杨双子爸爸的故事呢，其实并不是在书中，是在更早期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讲他爸爸。我就觉得这个爸爸太厉害了，按照双子那种自嘲的幽默，就是爸爸活脱脱就该是言情小说里面的那种花心大总裁，可是偏偏不是啊，皮包掏出来一论财力，他不过是一个做工的人。可是这个父亲有多么可爱呢？他作为朋友，他上山可以打猎，他下海就能长泳，然后他进厨房能够做烘焙，他有时候穿西装回来说，怎么样，你爸当了工厂厂长。看起来这么有趣的人，而且男人个个都喜欢他，所有来家里的跟这叔叔伯伯跟他赌博聊天的，哇，大家坐在一起快意恩仇吃花生，每一个兄弟都想要跟他结拜，而每一个女人呢都爱他爱的要死。父亲两三年换一个女友，有的为他在家里自杀，有的为了他酒后哭到不成人形。杨双子问他说，为什么那么爱我爸？
然后才不过大双子十多岁的一个女生说，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想让人征服的男子，这么有魅力的男生，可是在生活上他却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爸爸。为了让双子你们进到社会以后不喝酒，所以呢他在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拿高粱给他们喝，58度的高粱喝下去，第二天当场倒挂，完全没办法上课。然后父亲为了让他们不抽烟，很小的时候就把烟拿给他们抽，抽到两个呛到晕倒。有时候一大早他爸爸把他们挖起来，挖起来去干嘛呢？去山里钓鱼。就是这爸爸如果不论教养责任来说的话，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玩伴朋友，可是论到教养责任又很悲伤的说，在这个书里面写的，他说我们姐妹俩青春期是在长期的饥饿中，家里的米缸常常没有米，偶尔大家收一收收完皮蛋，然后他们讲姐妹俩舍不得一次吃完整，一次吃一颗，把一颗那个皮蛋细细的剥开，剥开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知道那个松花皮蛋其实上面有很多松花裂痕。双子说，大概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我们姐妹那样子那么细细的去看着那个细纹，因为一颗皮蛋沾着酱油要分好几口慢慢吃掉。甚至有一次他们在外面租房子，因为他们国中毕业以后没有人可以管他们，也没有人帮他们交学费，他们必须打工赚钱养自己，所以他们去念了高职夜校，常常皮包里连1000块都不剩。有一次不小心在租屋处这个钱被偷了，他们发现钱被偷的时候并没有哭，反而是笑着说，天哪好高兴哦，因为这个窃贼居然还留下了零钱，这个零钱足够让我们买几个红豆饼。所以他们就拿着这个红豆饼两个人一天吃一颗，就这样过日子。我看到那边的时候其实超心痛，你很难想象两个国中才毕业的孩子，他们永远是在这样的饥饿中度过，甚至他们也没有办法有充足的睡眠。为什么没有办法充足睡眠？因为他们如果不是饿着睡不着，就是饿着醒过来。这样的两个姐妹一直相依为命的住着，但是姐妹也有一个好处，双胞胎的姐妹是这样，就是这些所有的痛苦都不是我一个人承受，这些所有痛苦往好处看，我是我们，是我们一起在承受，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跳舞，我们一起写字，我们一起睡觉，我们一起承受对方的悲痛，而且我们一起告诉对方不要问，不要问爸爸为什么离开我们，不要问妈妈为什么不管我们，不要问阿嬷为什么就这样走了，不要问家族为什么这么冷淡。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不问的话身心才会健康，一旦知道答案你可能心里就先垮下去了。这些故事说来其实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很戏剧，但是更戏剧的是他们两个一起读大学，一起念研究所，就没想到妹妹很早就发现离癌。那离癌以后还是只有他们姐妹俩，这个姐姐花了很多时间在照顾妹妹，因为癌症一开始就3期，速度非常快，一下就扩散了。我们要说这本书是杨双子的家族书写，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就如吴小乐在序里面说的，其实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本非常长的寄妹文，因为它从出生，从我活成我们，等到妹妹走了以后，那个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孤单的我，他必须要重新去适应，当一个人立足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该面对的是什么，我要看的是什么。杨双子花了一整本书的力气与时间把这个内在整理出来，把这个内在爬梳出来。他讲的那么简单，吃饭睡觉写字，越简单越日常的生活，那个才是心里面最沉重最沉重的痛。在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自己蛮感动，他说生平无数匮乏，唯独不缺戏剧性。各位，这本书我想它不只是一个有一个高度文学书写的，然后非常精炼的文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这个书里面看尽了另外一些人生。我非常欢迎大家呀一起去看这本散文，我觉得他写的十分动人。从这个故事里面你不看到了一个家族的背后，更看到姐妹之间从形影不离到终有一日两人要独飞。双子他们原来一个叫若辉一个叫若慈，若慈若辉，那当妹妹走了以后他改名叫杨双子出书。双子的意思就是我一个人要帮另外一个人活下另外一段人生，非常动人的书写，也推荐大家能够去买一本。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今天谢谢大家收听，不要错过这本书，真的很动人，谢谢。